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、明确的。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。中国始终致力于同直接有关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、妥善管控分歧、和平解决争议，同时全力维护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。南海仲裁案系菲律宾单方面提起。 仲裁庭越权管辖、枉法裁判，所作裁决无效，没有拘束力。中方不接受、不参与仲裁，不接受、不承认所谓裁决，也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。希望菲方坚持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。快来订阅通视，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！如果有什么想说的，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。